22号，二十二米超大南瓜可爱又应景，吸引民众拍照朝圣。但就怕大南瓜被坑坑，台风刮走，工作人员到高雄凹子底公园进行防台作业，把大南瓜消风，有民众踢到消息赶紧来拍照。现在你们现在就要拆了啊，赶快照一照啊！同样绷紧神经的还有仁武区保养厂，受到连续两次台风袭击，厂房水淹半个轮胎高全泡在水里，这回老板利用顶车架把贵重物品放上面，最高可以达到1.5公尺。 啊，你们家做一笼照也比啊！做生意的怕身材工具被水淹坏，家庭主妇则是怕台风来全家没饭吃，一早杀到大卖场采买，但肉类、鸡蛋还有青菜几乎被扫光，剩最多的只有胡萝卜。台风，因为台风要囤货，有啊，烧很多肉。 鸡肉牛肉，屏东东港东流线堆满大量蔬果，全部都是要搭船运到小琉球。因应台风来袭，公营交通船30号下午停驶，民营的31号跟11月1号停驶。康瑞台风威力不容小觑，从大南瓜保养厂皮皮串，全民强肉类蔬果要度过台风天。记者洪富仁、刘世志、王书宏，高雄、屏东报道。